更专、更精、更强是东杰专店的口号，服务全球纺织是东杰专店的宗旨。本届展会上，东杰专店带来了哪些亮点产品？这次展会我们主要是带来了细纱、锦密纺、粗纱罗拉，还有柄条金梳罗拉。另外我们还带来了细流纺、涡流纺的罗拉。我们罗拉生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在定制化。首先的话，我们从原材料方面，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啊和罗拉的使用特性，我们从钢厂采购了特种的钢材。其次，我们在所有的加工工序啊，我们都是独立完成的，其中包含了像电镀啊、像热处理这一块，我们都有单独的流水线。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更好的控制罗拉的产品的品质以及这个生产的交付。最后，像我们这个叫加工罗拉洗面的刀具啊，我们都是可以独立设计完成制作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棉纺厂或主机厂的要求啊，完成绝大多数的这个切身罗拉。最近几年啊，我们通过技术革新啊、管理的创新以及设备的迭代，加快了这个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转型。这样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品质的产品，以及提高客户的满意度，这样更好的服务于全球的每一位客户。